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一道凉拌料理，我们把餐厅的料理搬回家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放水，放入土豆，55分钟把土豆煮烂。把蘑菇撕开抖散。放入清水里洗净。放点盐。让蘑菇提前入味儿。用肠和培根都可以，我是选择的肠。时间到了，看看土豆怎么样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软了，捞出备用，倒点色拉油、红椒、蒜，香味倒入肠。加点糖提个鲜，点黄油，来点西餐味儿浓起来，点蚝油增加海鲜味儿，少来点盐，赶热浇在土豆上，土豆更容易入味儿。牛龙果要最后切，以免氧化变黑。迅速放入拌料里，来点醋，避免氧化变色。来点油葛，搅拌均匀就完成啦。马铃薯沙拉做好了，营养丰富，味道奇特，做法又非常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快点来试试吧。